Ra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吴绮莉深夜发文，如果她还在世，就不会爱上成龙，不会有小龙女。对于女人来说，爱错人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就是明知道这个人不该爱，不能爱，却还义无反顾，死后不仅赔上了自己的一生，更是伤害了自己最亲的人。这样的傻女人从来就不少，而吴绮莉就是一个这样的女人。因为与成龙的过去，以及女儿小龙女宠吴绮莉一直生活在舆论的风波中，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反面教材。然而曾几何时，她也是炙手可热的明日之星，刚出道就凭机智容貌以及气质成为了亚视宠也培养的当家花旦。当然其母亲是亚视高层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吴绮莉从小就没有父亲，母亲工作很忙，没办法全身心的去照顾她，只要吴绮莉要的东西，母亲也是尽力满足她。对于这样的单亲家庭来说，孩子的性格上多少都有缺陷，占有欲求胜欲特别强。吴绮莉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亚洲小姐的竞选，最终获得了冠军，之后便踏进了娱乐圈。随后吴绮莉一年两部电视剧四部电影的高产，更是让圈内人都已经明星感到香港接下来要走红的明星肯定能够似乎吴绮莉。不过在一场派对上，吴绮莉认识了成龙，他的人生开始改写，他变得不再沉迷于表演，甚至开始十分任性的耍大小姐脾气，拍戏迟到，动不动罢演，这些都是常事，没事就找成龙约会，这样亚视非常不满。几次警告无效后，忍无可忍的亚视终于将其冷藏。虽然吴绮莉星途已经被阻，但此时还与成龙热烈的他并没有什么感觉。当激情过去后，理智回归，成龙离开了他后，爱情事业双失败的吴绮莉自然是不能接受。但不管如何，那个时候成龙早已与林凤娇结婚生子，因此吴绮莉本该在痛彻心扉后重新觅得良缘，可惜就是那魔头强吴卓林来了。自此二个家庭五个人陷入到了紧不断理还乱的乱麻中，多年的纷纷扰扰加上不时被人指责，吴绮莉渐渐失去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社交平台上市场更新有些负能量，甚至隐含自己后悔的动态，不久前更是晒出了一张自己16岁的青涩照片，指住照片中的男子并表示这个男人是自己16岁的初恋，如果他还在世，自己的人生可能又是另外一副样子。照片中的男子很帅气，至少比成龙好看，吴绮莉并没有透露这个男子哎可不在世了，或许是对前男友的思念，又或者是经历多年的情伤后才觉得曾经的他是那么的好，往事不可追。吴绮莉终究还是因为年少轻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害了自己，更是伤害了小龙女。如果这个男人没有离世，或许一切都不会发生，但是毕竟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再苦再累也要走完。不过还是希望他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吧。